如果是这个牌位，祖先的牌位，如果是同性婚姻的时候，是要写两个都考考，还是平平？这个考考平平这样的一个名词，那基本上我是问这个申请人，他们认为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秩序？那我只是把我所遇到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事实提供给他们去参考。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所谓的理由表示反对。我当然高度一定高了哈，修改法律，它必然会造成其他相关法律制度这样的一个冲击。那它如何去调试？这个就是我们社会跟立法者大家一起去讨论的。那事实上，我曾经询问鉴定人刘教授，说如果宪法婚姻自由这样的一个权利，跟宗教自由、跟学术自由、跟契约自由产生冲击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？啊，比较可惜的是，刘教授并没有针对我这样的一个评论回答，所以我只好在第二度发言的时候说，是不是能够再补充？保护绝对不会反对，绝对不会去阻挡任何人追求性质的权利，包括与同志团体。如果是这个牌位，祖先的牌位，如果是同性婚姻的时候，是要写两个都考考，还是平平？所以你单纯修改民法，其他社会的机制呢，是马上造成的冲击。这样的一个同婚跟反同婚呢，事实上是还没有做沟通。